赛马上要开始了，我们下注也截止了。哎，主持人，欢迎到东海呀！放心，好，比赛开始。好，双方很有礼貌，放心了。哎呀，你笑场，我们的火星人就。到底断水的大师兄跟火云先生谁能够胜出呢？绕场了，绕场了，别走路了。轻压，轻压，压住啊，压住啊！出不来啊！你看，听到有人讲吗？哇！双方双方都非常激烈啊！大家注意安全。蓝方选手斗大的拳头不断扔在红方的选手身上，放，双方加油，双方加油，好，双方有手有攻，好好好，非常好。好，第一回合结束。生意生意生意，我只能卖房子。可以了可以了。节奏这个话，他应该加强。
依靠裁判27比30，二号裁判28比30，三号裁判29比28，蓝方获胜。